你给我滚下山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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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滚下山
政委，俺知道公家的事儿俺不该管，可俺们当家的从来就不是个孬种。可自打朝鲜回来，人就变了个样，整宿整宿的睡不着，就靠喝上几口酒让自己迷糊。给我回去。他跨过鸭绿江的时候还是个连长，您能告诉我他咋就被撤职了呢？你个臭婆娘，你给我滚。干什么？你滚。弟妹啊，是这小子自己把自己撤了。他有这能耐？现在组织上让他担当青藏公路筑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，手底下管着400多号人，按说咱们也算个营长吧，就看你们家这个爷们儿自己争不争气了。政委，你要让我干可以，但这400号人任我折腾。只要你能把路修到拉萨。行，那你看我怎么把路修到拉萨的。胡政委，关键啊就在这个地方啊，你看。出来跟我摔。嗯，大队长，这我可不敢。什么敢不敢的，摔完了以后晚上吃牛肉，快点。木吧，不是。别磨磨唧唧的，来来来，赶紧把人给我押过来，快点。我不不不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我不行，快点，我不行，你给我来吧。起来，你来真的？你以为呢？来，好，你别怪我，过来。有马子啥力气，钢铁三连要你了啊！你们站着去，下一个出来。这老兄不喝酒了，天天跟着400多人练把式比摔跤。搞什么名堂这是？啊，还不是搞他的三连一排，营级建制。不过他要从中选出112人，组建一个钢铁三连。下一个谁？哎，再上一个，我来。有，就你这样的也叫板？就这样的也能叫板？滚球，下一个，走开了，去，有，脾气挺大，不让我动你，怎么着？又哭晕了，哭了，摔不过就摔不过，哭啥呀？啊，来，给他扛起来，快起来，起，哭晕了，挺犟啊，啊！冲你这犟脾气，算你一个。真的？
你们有我这本事吗？散开了，散开了啊！小二西，两人过来。是。队长，按照高标准，把我钢铁三连一百一十二人给我召齐了，一个不能多，一个不能少，听到没？是。来，大家跟我来。一百一十二，干脆一百单八将算了。上水泊梁山当胡子去得了。您说这二十天，这桥它能修好吗？依我看呢，这回够肖营长喝一壶的。我看呢，咱这口粮还得省着点吃。是啊，这个咱们还是往前冲吧。是的。哎，看，他们快到了。我已经跟物资科打好招呼了，这十二米的木料，让他们直接从兰州运，啊，那么说就没有问题了，是不是？这可是青藏线最关键的桥啊，咱们一定要谨慎加谨慎。哎呀，你别这么婆婆妈妈、唧唧歪歪的。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对不对？那以前没有设计师的时候，我这两万五千里长征就不走了，这不是走过来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当然了，这个有图纸啊，搭桥还是好点，好点。是，好。笑什么笑啊笑？什么态度？你笑啥？啊？笑什么？得学着点，人家是工程师，该给面子的时候一定要给面子，人家是总设计师吗？听到没有啊？是，说什么呢？是啊，该给面子就要给面子。行了，走。走。你们几个怎么干的啊？马上这儿这儿这儿都给弄平了啊，快点拉回地下，一个队五十个人，知道吗？啊，连口气儿都不歇就干上了。是啊，抓紧时间呐。曹队长，哎，救了啊。曹队长，这个肖队长啊，你说这桥他能修好吗？哼，二十天后我的粮见。哎，保重。哎，注意安全啊。好的，来，走起来，都干起来啊。曹队长到。哎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初来乍到的兄弟们，大伙儿的悠着点啊。哎，哦对了，连那个伙食一定得按时发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去吧。哎，英雄们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踏过这道梁，听见没有？下马劲儿啊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队长，这么不行啊！哎，
出事儿了。听你的，让大家都停下来，听你念两篇经，是不是？到了五道岭，扑见右海娘，不敬神不烧香是要受惩罚的。哎，老罗，老罗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，不信这一套。何队长，老罗都不行了。来，我扶上来。来，来，来，往上。来。何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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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起来。在哪儿吗？哦，在那儿呢。谢谢。哟，又喝酒。你把自己的事儿做好，赶紧把饭弄好了。这帮兄弟都没吃饭呢。饭马上就。小队长，嗯，好了，十三天就能把路修到河边。这谁家的娃娃兵在这冒领工钱呢？让那个二中队提前进入架桥现场啊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你是从兰州来的吗？阿姨，您知道谢雨辰吗？哎，哎呦，哎，这孩子怎么？赶紧来来来来，这孩子怎么晕倒了？哎，来来扶起来，这不是老谢家的儿子吗？啊，来，赶紧来人把他抬到屋里去，快快快快，慢着慢着，走走走走，来。谢三丰，黑子，你不好好在家读书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啊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理呀？你不好好读书，你非要把你妈妈气死呀你！念书，念书有啥用？狗熊！你再给我说一遍！我要当兵，再有抗美援朝，我就是个英雄。这哪能跟你爸这么讲话啊？哎呦，行了行了，行了行了，大老爷们把孩子给骂了，儿子又没乱跑。这千里迢迢跑到昆仑山找爸爸来了，哎呦，我看这孩子够意思、够本事的儿子。哎，这话我爱听，哎，不错。行了行了，你忙你的吧。黑子，我告诉你，明天你怎么来，你怎么给我滚回去！太不像话了，太不像话了！我救不着你的。太丢人了，太丢人了。小孩嘛，走，明天我滚回去。我救不着你的。不行了，孩子，给我滚回去。坐坐坐，上车上车。本来嘛，我就不回去。你去当流氓小偷，又没去当土匪强盗的，奔着咱部队来参军，我看就是够志气、够本事的。等到啊，到了咱部队，有胳膊有腿的，全虚全影的，是不是？来，你给换件棉袄。呀，这娘俩聊得还挺好啊，是吧？这叫一物降一物，不错啊，山峰，是块当兵的料，想不想当兵？想。想是吧？好，把通给我拨了，赶紧。行了，别听他的。来，来，换上这个。冷啊，快套上。给你件新军装，来，瞅瞅，好不好看？嘿，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来，把帽子戴上。嗯。多好啊！来皮带，皮带这儿有，给他挎上。来，等会儿啊，我拿枪去。左哥，
来，村重。哎。来。叔叔，喝水。来，喝下去，会舒服些。我的这些兄弟，他们不懂藏文，都睡着了。只要清晨，梦里也会听到我们神里召唤的。再喝，我都快变成神仙了。你成不了神仙，但你会得到神力的。怎么样？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圣水和你们的诵经。我们对待客人都是诚心的。歇两天就回吧。让他跟着我。哎，那怎么能行啊？咱们这里又不是军营，又不招兵。他算是随军家属，跟着我呗。哎，谢家的聂总啊，给祖组长添麻烦了。嗨呀，山峰坠了。碎了碎了。哎，我来吧，我来。哎，你别动手啊，别让喘气去。这干你分内的事儿。我跟你说，这施工方案全指望着你了。啊，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好好，你们忙吧。走了啊，走了走了，我走了。好好好，慢走啊。哎哎，不好意思是啥意思啊？不好意思就是说我对了，他错了啊。你才进城几天啊，都学会了。哎，现在进城我告诉你啊，这跟当年打仗一样啊。这老谢啊是咱们的好对象。对象？嗯。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儿咋还对摄像了呢？你这大老娘们也说不清楚。行了，打水去了。哎，不用你打水，这是我分内的事，别让喘气去。哟，好，不打是无人区，是拖拖河、唐古拉，有多少成吉思汗的将士死在路上，又有多少清兵消失在这儿？还要继续走，还要干活，只有死。我们回头那才是个死呢。现在我们只能一直往前。现在好了，有藏族的神灵保佑我们，还有神水哺育我们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请您收下。您买这袋子，不见得不行，谢谢。师傅，非常非常感谢。您收下这个，谢谢谢谢谢谢谢。呀，太艰难了。同志们，
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我们一大队就看你们架桥露一手了。朱队长，到。图纸都好好研究了吗？研究了，这研究会都开了四次了，这架桥的木料现在还没运到。再研究四次，是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。一定会来的，这次任务艰巨，一定要好好动员动员他们。是，他们来了以后马上通知我。是。同志们，这次架桥任务非常艰巨，同志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谁到了这儿，啊，都得为青藏高原做点贡献，所以让你先休啊。你怎么打的桩？你拿来，看好了，一脚在前，一脚在后，这两个手不能握死了。走，走，走，对吧？好好打。哎呦喂，我的祖宗哎！这抡大锤可不是你干的。要我正教他打桩呢，你捣什么乱呀、啊？你干什么呀？你真是。大队长说了，要当兵先得考抡大锤。哎呦，甭听他的，咱要当兵就当文化兵，知道不？对对对，那个什么，要当就当那个什么有文化的大头兵。啥是大头兵啊？大头兵啊，大头兵，你看这一般的战士啊，走在第一个的排头兵就是大头兵。对，我先抡大锤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这锤太大了，锤没上手。锤太大了，哎，听话，用小的。对，我练小的。给我练准度啊！一天打坏五个桩才算完成任务。是啊。你瞎说啥呢？别听他的。哎呦，你真是你！老谢能有这么一个好儿子，比咱向前强。哎呀，万一弄伤了，我咋写字儿啊？就像你一样，哎，这么个带孩子法，把咱们向前带的跟大姑娘似的，还像个爷们儿吗？那你回兰州总得给陶大姐交代吧？交代啊，这好办。这是咱儿子向前的牌。这孩子跟咱儿子有过节，咱儿子打不过他。混小子在一块儿，能不过招吗？过招好啊！赶明儿我就让他认我当干娘。干娘，干娘！哎呦，老天爷让我到这青藏高原，就是认你这干娘来了。这傻儿子，快起来！干爹，怎么也得帮着你的干儿子参军吧？说得好，参军，来，参啥军不成？先回去好好学习，再玩些日子啊！干脆让向前弟弟给我妈当儿子正合适，文绉绉的。我呢，和您和干爹和脾气，干脆就让我在这天涯海角、青藏高原跟你们转悠吧。好，我告诉你啊，等你正式改了名字以后，我可让你们一天好日子过。好，干爹。袁木来了。哦，袁木来了。那帽子，袁木来了，袁木来了。哎，你慢点儿。哎，袁木来了，袁木来了，哎，走，哎，袁木来了，手手把手剑，拿把手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你们啊，没啥没啥，劳苦功高啊，肖队长呢？他马上就来啊。廖队长，邱大队长，哎呀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给盼来了。现在我们是万事俱备，就欠你这东风了。肖大队长，我们这次真不容易啊，我们跑了西宁、兰州八个地方，才把木料买到。我跟你说啊，劳苦功高啊，下面的事儿就看我们的了。这穆政委说了，说什么要卡车从我身上压过去。门都没有。一慢点，走，慢点，好，一慢点，好。肖队长啊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这大西北搞木料可真难呐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歇歇吧。你嫂子在家把饭嫂子给你做好了啊，去吧去吧。哎，真沉，哎，真好啊，哎，真是好木材。啊，九米，啊，大队长，干啥？大队长。尺寸不够啊！什么尺寸不够啊？这不是做黄袍马褂？谢总设计这八米河口要的是12米的木料啊，这不够啊！尺寸现在多少啊？这才9米啊！给我拉着！哎，好事！那头抬稳了，哎，多密！哎，那头小心点手！哎，来来来，这边有好，哎，来来，廖科长，到。那个。谢总说的下达的木料尺寸多少啊？不，大队长，那12米的红松厚木7根，那现在是多少？7根红松都9米，不是大队长，我一下车我就想找你汇报的。你知不知道这雪水河大桥是青藏公路的第一道关口啊？
1000多人都上山了，铺开了，20天以后就断顿了，那是要死人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知道，可你他妈知道个屁！我他妈毙了你，兔崽子！我把你送到军事法庭去，你想害死大家是不是？大队长，你这个王八蛋！大队长，放开我！我真的尽力了，大队长，大队长，我真的尽力了，大队长。来来来，来，怎么样啊？哎，还行，28米。哦，28米，好。哎，谢总，啊，怎么着？别无选择，只有这条路了。这海阔天空的，偏偏要走这条路啊！哎呀，小鱼他们不是探测过了吗？这沼泽地啊，就这一块，就这一块最窄，只有28米啊。谢总。你是不是看我们3大队14天干了20天的活，有意要为难我们呢？哎呀，你怎么能这样说了？这可可西里是无人地带，最怕就是沼泽冻土了。哎，这只要到了冬天，这个冰锥子啊，能升高1到2米；到了夏天，一出太阳，这里就变成了沼泽和烂泥，这最危险了。好好好，你是总设计师，你总得给我个施工方案吧？哎呀，哎呀。这恐怕只要填充石料了。石料？哎，好主意。石料在哪儿呢？石料？哎，我刚才勘测过了，前面东面138米，你可以在那儿开采。啊，138米？而且要4米宽，也许它就是无底洞呢。我这200多号人填进去，说不定连骨头都捞不出来呢。不在，谢总，这你听我说，学生和大乔出事了。你别捣乱。你说什么？学生和大乔出事了。啊，你过来。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我要的料呢？啊，不就是12米长的料吗？啊，不就是我要的12米长的料吗？怎么了？谢总，学生和大乔现在出事了。扎西，我知道你是安多部落的人，我不管你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，你只告诉我。你们的牲畜赶到这儿来之后是怎么通过的？啊，只有这条路能走。只有这条路啊？冬天它很安静，一到夏天我们要等到半夜2点以后从洞头和泥冰上踏过，而且不能出声，生怕惊动了泥潭里的鬼魂，会吸去畜生和行人。哎，雪水河大桥出事了，我现在马上要去一趟，跟我走啊，跟我走。哎，你们就等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快，走走走，走，我们走。看来只有让运粮车夜间通过了。啊？卡车多重啊？那卡车一叫唤，泥潭里的鬼魂听见了。不把它吃掉了，那就让穆政委请示，调10辆20辆卡车过来，干脆让这泥潭的魔鬼吃饱了，那后面运粮的卡车呀就能过去了。废话少说，跟我们干活去。啊，走走走走，干活去。穆政委，穆政委，报告穆政委，桥梁没修好，车过不去，是不是都要到海燕组织待命？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是，车队继续前进。车队还继续前进呢。是，有别的指示吗？没有了。穆政委，你真够狠呐！看来你真想4天以后让卡车队从我肖建飞身上压过去，没那么容易。老谢呢？
直接上河口了。走。是。哎，小亮，咱们也坐下吃点啊。哎，你这档口啊，就别往他跟前凑了。嫂子，我跟别人不同，我是军人，是杀是剐，我都得站在他跟前。哎呦，都解放了，建桥修路了，还至于这样吗？老谢，你也别凉着碰碰庄子了，你就是紧着给他浇水施肥，他也长不出十二米了。我想出一个方案，你听听。啊，我已经去那边看过了，那底下河面宽，啊，那个沟啊，没那么深的沟，是吧？我们就下功夫找到十几条船，用四条锁链把它连起来，铺一座浮桥。关键是水流太急啊，我怕这个再多的铁链也拉不住浮桥啊。我多放它两块木板在上面，把它固定死了。要承受五吨半的卡车通过，这浮桥浮力不够啊。那咋办呀？啊，我肖剑飞自打穿上这军装，还没丢过这么大脸呢。你出这干啥？走走走走，我看你还不够糟心的，回来。那，给我找瓶酒灌上。大队长，穆政委说了，谁要给你酒喝，就把谁给撤了。你不给我弄壶酒，我现在就撤了你。是，去。你看，这个河面虽然宽，但它沟没那么深呢。车队是不是在科科住一晚上啊？反正雪水河大桥又没有修成，情况怎么样？总设计师老谢已经在雪水河了。我们的计划不变，连夜出发。是，各车都有灭火，照旧出发。好好好，快快快快快快出发！不行啊，来继续。大队长，穆政委的车队在继续前进。政委是想把我往死里逼啊。
气缸坏，要在西铁山停车休整。是。有请肖队长。哎，肖队长，谢工叫你。好，你们先干着啊。 老乔，你看啊，由于咱们这个河口的跨度是8米，要使用9米长的红松，就需要在河口的南北两岸各搭一个1米5的斜架，让它支撑跨度只有5米的悬桥。好，我计算了一下，6吨以下的卡车通过是有承受力的，这就行了是吧？ 为了确保这个南北两岸斜架的一个牢固啊，需要8吨的3石。啊，谢总，这8吨山石我们包了。好，天黑之前把这8吨石料给我运到架桥现场，再出什么差错，我先让卡车从你身上压过去。是，回来，给我整壶酒去。是。哎，我再给你解释一下。那个同志们，咱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到3天了，我们要用我们实际的成果来证明，咱们给青藏公路留下的桥是座结实的桥。 电报来了，您看，雪水河大桥能够按时修通，哦，够神的。他们从哪弄的木料啊？政委，这可叫做车到桥前，谜底通啊！有道理。是，好，通知车队立即出发。是，全体车队立即出发。走，哎，上车了，上车。
有。好，不管了，接着干活。全连几百个人，觉得自己够英雄似的。哎，你还真说对了，为革命做贡献就是英雄，就是好汉。怎么了？当年在村上，我给你带红花送你参军时，你可是全村最标致的新郎。现在可好，说话像野汉子，走起路来像要饭的。是不是现在解放了，你看不上我这个革命军人？哎呦喂，你瞪啥眼呀、啊、我说这解放了，我让你把这瘸腿治治行不行啊？腿瘸了怎么了啊？我告诉你，当年就是我们这些革命军人在战场上眼睛被打瞎了，腿被打断了，照样端着机枪往前冲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腿瘸了，给你丢脸了是吧？是英雄，我们在荒原上奔走；是好汉，我们在群山中挥手。青春无悔，岁月不朽，钢铁队伍把太阳追逐。哦，青春无悔，岁月不朽，钢铁队伍把太阳追逐。就是瘸着一条腿，照样走到共产主义。好，还没到替我的时候吧？你的活没人能替。老贺，山峰，别打！想干嘛？别打了！来了，别打了！喝点。你修的不是公路，是马道。这关系到我们大军的生存，这是生命的需要。